今天是九一记者节，曾担任记者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脸书秀出播报气象的影片，还翻出了36年前播报气象的珍贵影像，把两段影片合在一起，不少网友看了纷纷留言说好可爱，被市长圈粉了。带您一起来看这个画面。区下点零星的小雨之外，其他地区都是风和日暖的好天气。当时的卢秀燕才26岁，看起来人相当青涩。卢秀燕贴文说：“有看过秀燕播报的，请举手，我自己都不敢看。”2023年的卢市长跟1987年的卢主播共同播报气象，这段影片引发讨论。最后，他还俏皮的祝大家记者节快乐。最后，祝大家记者节快乐。